沈月、陈飞宇、胡先煦、彭昱畅、于文文、张赫、宋威龙、周杰琼，最好看的小哥哥小姐姐们来参加快乐家族春季聚会啦！会不会找一个比我高、比我瘦的女孩子？还能容下另一个比你白、比你懂事女孩？年轻人的世界真美好。他们的聚会让你看到年轻人私下都这么玩。这组感觉脾气压力很大呀。我录这个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大家会觉得我脑子有问题。好吵啊！他们的聚会，运动少年超热血。好帅呀！天哪，他在飞耶！这就是灌篮高手的样子啊！哇哇，这很像一坨砖呢。直着下来会比较有线条，好看。好温馨啊、哦！他完全是轻轻的把我放下去的。那一瞬间，我觉得我们的钢铁勇士于文文化成一个瓷娃娃。他们的聚会，热辣动舞不能停，还原我们刚刚的舞蹈动作。哦，妈呀！这已经把我的动作给升华了。就我没有资格点评他，我不配。他们的聚会，暗眼让你猜不透。今天带来一个猜歌词挑战给你们。我心永恒。洋葱，洋葱。兄弟抱一下。不能说的秘密。爸爸去哪儿？本周六晚，你会选谁？一起狂欢。